民众热情大喊那个男人，韩国瑜来到金门，万人空巷，即便魅力惊人，却有民众错认韩国瑜。幽默化解民众尴尬，展现超强亲和力，沿途支持者急得水泄不通，还一度发生擦撞摔车。不过仍不减民众热情，跨年前夕蓝军分进合集前往各选区浮选。副总统来喽！总统候选人赵少康一早来到新竹，连跑三场，带着立委候选人扫街拜票，不止拉台选情，也特别关心竹科交通。特别新竹地区要求，他们机场捷运能够拉到科学园区来，另外有这个大新竹的轻轨哈，我觉得很重要。我就刚刚讲，产值这么高，交通还这么拥塞，那都是社会成本的增加跟浪费。过去曾跟前总统马英九访美，到高科技蓬勃发展的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，赵少康期许竹科成为下一个北卡。我认为新竹园区应该也可以像这个北卡的研究三角地带，应该是可以值得发展的。那交通就一定要改善了，交通不好，其他都不用谈了。最后关键倒数，蓝营母鸡带小鸡，关心地方选情，请听民意才能得民心。记者李正龙、何茂前、郭伟轩，今晚新竹采访报道。我是方燕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燕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